做生理，生理人为顶手挂入来的花啊，细数本钱加十来算，会当卖到偌悬？阮十一、十二，抑是二十二一，记在人的本顶在变，就会当趁着无共款的银票啊，摕转来食烧食冷。大社会较侪人在下价，咱就趁较少咧。较低消，搁着爱伫仓库囤便便等人来买，先生爱掠较好趁一丝啊。即甲拍铁师傅交代师仔讲，火不红红，袂使望共款。三岁孩仔嘛拢知影即种道理，无啥美甲通斟酌。另外做生理，若甲迄种有设采购仓库的公司行号咧来去。就爱斟酌即两种人，会借验收买卖的老板，变一寡歪哥饲串，要食搁要掠的套头来敛钱，啥物乌萝卜籽的步数嘛敢顶出来，真正毋是三两句话，着讲会真的代志。总扯一句，买卖生意若用到的，利润着较悬，毋过计数爱重的，无凊彩要落价。啊，若顶手诶批发商、生产工厂来收因诶货款，总金额是100诶货款，若用付现纳诶步数，会使甲水沟变95、变90，现抽十、抽五诶钱，则无得管因是毋是会了钱，是毋是有够本。毋管甲顶下手伫计较生理，买出买入。若讲到现金钱项，心肝着爱掠趁怀，无得讲情，无得让手，嘛免顾着啥物道德天良。有钱通趁的时阵，准讲是踮咱的面配贪配烂，嘛着嘴啊笑笑，甲吃起来，吉好麻麻，出侪人嫌嘛无要紧。顶头遮个所讲的做买卖趁钱的文化。原本就是生理人共同认定的价值观念，毋是因无爱面子、无性无地，嘛毋是因欠人的爱人礼。总尽头是要趁你的钱，得忍气求财，要换一喙饭食，才记在恁嫌念念。即种功夫亲像在磨有眉有角的石头共款，三当两当磨袂圆、袂骨。若无十担八担来拖，真正学袂招匀。十八般武艺，若学有铁的人，才趁会着大钱。啊，若学两三项啊，就想要出师的少年家，永远都趁无食，变无脸。生理囝学生的意思是熬做生理的，性地是半生成的，无迄号出世就生成的人。世间的头路百百款。毋管是做工、做田、讨海、卖鱼，抑是唱歌、搬戏，逐道拢会出脱，共款有好日子通过，无得卡着去做生理。话阁讲转来，一个有生性诶人，嘛着骨力学、拍拼做，才会变做生理囝。若无急皮皮、拉稀拉稀，伫顾耍是半桶屎尔。并无啥出头，搁较免讲是趁钱。